嗨，欢迎来到观点同不同的直播现场，我是公司主题之夜秀的小编兼制作人阿红。竹梅是郑南榕的女儿，她也是郑南榕基金会的董事。竹梅跟大家问个好。好，大家午安，然后阿红午安。今天很高兴在这边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个线上直播的活动，那希望今天大家就是跟我们一起好好的聊聊天，聊聊天。既然啊，我们是直播，所以直播的意思就是呢，我们就不是看着这个摄影机，因为我们就是做我们自己的，所以可以忽略所有的摄影机。首先我想先跟竹梅这个 confess 一下，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关于转型正义这个话题，然后我们的话题是谈转型正义 Why so 尴尬，所以才会邀请到竹梅来我们的现场。那我们待会再可以聊我们这个录制这个的过程。但我们录制这个过程之后呢，我们觉得其实大家可能对于竹梅的故事还或是竹梅的爸爸的故事还没有听够或听懂，所以今天才会邀请竹梅一起来聊到底谁是郑南榕，然后你的爸爸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你常常会在接受一些报道的采访的访问里面常常会提到说郑南榕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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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听到一阵子以后你会讲说我爸爸怎样怎样，所以当你常常用郑南榕这个主词作为开头的时候，我们都会以为你在说一个跟你不相关的人。是啊，是。你可不可以跟我聊一下你心中的郑南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是想要先问佑宏，比如说你是怎么知道郑南榕这个人，然后你是怎么认识他的？先跟你说一下，其实我爸爸，也是你爸爸杂志的读者，所以其实我爸爸应该有定期买你爸爸的杂志，就是买自由时代周刊。就是那个时候我其实更小的时候啦，我在更小的时候，我大概比你快大一轮吧，然后在我更小的时候可能我爸就会买党外杂志，虽然我没有仔细去看啦，但偶尔也会翻阅。所以郑南榕在多年之后我在翻阅之后，他当然是我也会去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所谓的民主斗士。所以当他在谈言论自由的时候，这个之前他可能许多的港外杂志都已经有类似 的报道或观念或价值观的传递了。然后他最令我震撼的当然就是自焚。然后我还记得当期的杂志也把你父亲自焚的那张那叫照片嘛，然后就完全没有无码的就刊登在杂志上。然后我现在想起来我还是觉得蛮震惊的，就是你那时候几岁呢？已经高中了，所以已经十几岁了，已经完全是懂事的情况了。当然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在升学的水深火热之中，所以也没有太去理解这到底怎么一回事，或是没有太去 involve 这些社会的上面的一些事情。所以你是从爸爸带回来的党外杂志上面知道这个。其实我会觉得某种程度可能跟佑宏一样，就是说我其实也是从杂志就阅读上面去认识郑南榕。就是虽然他一方面是我爸爸，可是我对于他在做的事情或是他的工作的部分，我其实是从阅读，后来我长大以后回去读那些东西，仔细的。因为小时候虽然我在杂志社里面，就是等于是放学就去杂志社，可是小时候可能就是翻一翻或者是不一定都懂，那我可能是也是差不多等到国高中之后再慢慢再去理解。对，所以才是为什么说我有时候提到郑南榕，我是用好像别人会觉得我在讲别人一样，那有的时候我是讲我爸爸。但是我真的又更认真的去思考说郑南榕这个人对我的意义的时候，我觉得已经是非常晚了，已经是应该是我大学毕业，大概是我爸爸过世20周年左右。对，我
就可能也有在别的场合也有讲过，就是那个时候我其实是去某个场合找我妈妈，但那个场合是一个纪念郑南榕的演唱会好了，所以那个演唱会上面就是听众席很多年轻人，那我踏进去那个地方，然后我其实不知道是什么，但我就看到台上有年轻的歌手在用歌曲去表达他们对于这个人的想法，然后台下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他们就是哦，对他们来说，哎，这个人好像很重要。那我就不禁开始去回想说，那我自己作为台湾人，我怎么看这个人？所以我觉得我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练习把他分开说，哦，除了我是他的女儿以外，可是我作为台湾人，我怎么看这个人？你刚才用了练习这个字哦，嗯，就感觉你在还没有练习之前有另外一个态度。我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我应该没有办法想象说我今天会坐在，甚至是就是可以跟人谈，甚至是坐在这边，然后跟更多不认识的人去谈论我爸爸。就是我记得大学的时候好像有朋友问我，我可能我尝试要去讲，那可是我一讲可能就会有很多情绪，可能就会哭，就是会我自己也不了解为什么我会流眼泪，就是说不出来，对，嗯，但是随着时间过去，我觉得每年台湾的状况变化都不一样，然后其实真的就是练习的过程，嗯，那个练习的过程就是你刚才讲你都会流眼泪，嗯，然后后来你就变成乐于在媒体上跟人家分享。其实没有到乐于啦，其实昨天晚上也是对于今天要录影也是就是会有紧张，然后也会有一点会那个紧张会担心是说自己的表达没有办法好好的传达给大家的这个紧张跟焦虑，对，嗯，但那如果不是乐于，那紧张还好啦，紧张我们就聊天嘛哈，嗯，但是另外一个是你有一个所谓的使命吗？还是说你其实想要表达的？因为今天刚好快要放这个228的年假了，然后我知道我们好像之前看到你爸爸曾经有一份自传，他第一句话就是特别谈他出生的那一年是228，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是巧合嘛，哈，就是是个巧合，然后可能228的事件对他人生有一些意义，嗯，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要播出，当然也是跟22875周年有关，是，然后我们又谈到转型正义，是，那这么硬的议题，然后你愿意出来分享你爸爸的故事，那这个连结是什么？就是那个是我爸爸在他的理律上面他自己这样定义他自己，说他出生于228事件大屠杀的那一年，然后他后来也在办杂志之后，就是做有做有关于228平反的运动，就是成立228和平促进会。我其实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说，就是对于他在成长过程中这个意义，跟为什么他后来这件事对他来说是那么的重要，对。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也在摸索这一块，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对于过去历史我也还是会觉得我就是想要知道说发生什么，发生什么事情跟我们怎么样面对那个过去。所以我记得又有问我说，就是转型正义对我来说是什么，对，然后对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面对过去，然后知道那个不远的过去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可是我们对于这个历史的了解，就是它并不是一个政治上的包袱，但是我们对于历史的了解，其实它某种程度会跟政治共识的了解的建立也是有相关的，对，所以就后来你就愿意去探索一下你的父亲到底在做什么，然后你的家庭他到底来自什么样的家庭。对，因为我后来发现我想要了解我父亲为什么会后来就是做出那最后的决定，
我其实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去寻找，然后我发现我觉得我要从阿公阿嬷开始了解起，我觉得 对我来说这样才会有一连串，因为我要去想象我爸爸小时候他成长什么样的环境，所以听我除了听我叔叔们的故事或者是长家里长辈们的故事，所以我后来就把这些整理变成是家族故事跟转型正义的连结。那个原因是我觉得就是那个记忆跟认同它是有相关的，我们会去问我是谁，然后我的认同是什么，可是我们怎么记得过去，其实它也是有的时候是变动的，然后那我们又是谁，那我们怎么看待我的记忆或个人的记忆跟这个群体的记忆，对，所以我觉得我还一直都在整理的过程中，那其实也很谢谢就是阿宏这边找我一起来这个分享，就是因为我觉得也很欢迎大家一起来整理自己的家族故事。谈家族故事呢其实是我的专长之一，以前我做谁来晚餐，所以我们最谁来晚餐呢最喜欢看人家的家庭照片，然后透过照片来回忆你的生命故事。那我们其实今天你有提供一些照片给我们，我们来看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可能跟第一张照片有点像，这个是你爸，然后这是他在翻他自己的杂志吗？不是，这应该我这边看不出来是什么杂志，但因为我第一次把看到这个照片放那么大，所以刚刚上一张，好，我们再回到上一张。不好意思，我才发现说原来我是有在嘴巴吃东西，就是手上还可能拿着糖果纸，嘴里还含着糖果棒棒糖之类的。对，这张是在哪里拍的？这应该是在我们台北的家里，这是我们客厅的藤椅的沙发。对，这时候你大概几岁啊？我猜应该是3岁，就是我从苗栗外公外婆家上来，就是我3岁以前都在苗栗，那3岁之后再上来跟爸爸妈妈一起住，所以你们家就一家三口一起住，就对，一家三口，然后所以这张是谁拍的？你妈妈？这张我猜应该是，妈妈或者是阿姨，对，所以我们家的照片比较多，或者是我跟爸爸的合照，就是三个人的合照，就是会比较少，因为通常是妈妈在照相，因为你妈是广告公司的，所以比较会照相嘛。没有，我觉得可能是通常妈妈就是照相的那一个吧，我不晓得。对，好，那我们下一张，这张就是你爸也是抱着你一起在读书。我在猜可能是看漫画，但我这边看不出来是看什么，也不知道是杂志或漫画，所以其实我对于爸爸蛮多的印象都是我们在这个沙发上，比如说看小叮当，对，以前的盗版的哆啦 A 梦啦，就是还没有正版之前，它叫做小叮当，机器猫小叮当，或者是我们去租那个录影带回来看，所以你爸从小就会跟着你一起读书，然后看电影，你有印象你们一起看过什么电影吗？电影我倒不记得是看什么电影，但是我有的印象就会是比如说在家里的沙发上一起看漫画，或者是他去幼稚园或学校接我，我们走在那个红砖的人行道上，这样子比较多是爸爸会接送，因为爸爸那时候上班时间比较弹性，因为在杂志社，那妈妈就是上班族，她一早就要出门。好哦，那我们来看下一张。这张好小哦，这张大概还没有一岁嘛，是不是？应该是出生几个月。你在哪里生的？在台北。然后这张是在哪里啊？这在苗栗，这是应该在我阿公家门口。对，就是你看前面还有在晒稻子。对，所以我就是在阿公家，然后是3岁以前都在这边。所以等于是偶尔，因为你说你1到3岁都是给阿公阿嬷带的，是没有外公外婆带的。然后这张是你爸妈在假日的时候来找你。对，我后来才知道说，其实那时候因为没有周休二日，所以他们都是礼拜天或是礼拜六晚上，就是回到苗栗，然后在礼拜一上班之前再赶回台北。对。
所以你会讲客家话吗？哦，我会讲一点，汤也是一嘻嘻的。OK， 好，那我们来看下一张。这张你多大了？这张已经小学了吗？这张应该是幼稚园，我猜。嗯、对，然后这也是小树我们一起出游的一家三口的照片。我不知道是在哪一个港口边。嗯、对，其实，哎，你爸真的爆帅，对不对？年轻的时候很帅，所以他是万人迷那种吗？哦，就都会笑我妈妈说他是被美色所吸引，就是。嗯，但是他是属于，据我妈妈说，就是比较不讲，比较不讲话的，嗯。所以你爸其实是很刚毅木讷，因为其实我们在一些报刊有看到一些报道，你妈说你他们两个认识一个月，然后郑南榕就在学校的公布栏上，然后直接贴一个大字报，嗯，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有听他就是。每次他讲这一段都会有点害羞，这样子，就听他说他贴布告栏说就是情我们情投意合，就是意思就是说请大家就是宣誓主权的意思了，就直接说叶菊兰跟郑南榕情投意合，然后请大家不要来追叶菊兰的意思吗？我猜应该是这样的意思，但感觉妈妈讲的时候都有点小得意，就很甜蜜的回忆，嗯。其实好像那个你的名字就是竹梅菊兰，你还知道这个他们当时取你名字的典故的故事吗？哦，对，就是因为原本应该是阿公有去算笔画，但是后来爸爸报完户口回来就说，哎，决定了就叫竹梅。嗯，对，然后就是跟妈妈的名字是梅兰竹菊，嗯，就是搭配在一起的，所以他完全没有在。管他爸爸说要不要算命啊，没有要依照父亲的旨意来替女儿取名字。没有，但是他也对，他就是去登记了这样子。嗯、然后你说那个其实爸爸是重女轻男，为什么嘞？重女轻男应该是说后来猜想，我只有听过一个故事，就是说他那时候说如果是生女儿就要喝比较贵的奶粉，就是 S26。好像是日本的奶粉，那如果是男生就普通的奶粉，嗯，就是他可能就是很想要有个女儿吧，我猜。我知道，就是以前我们常常会说，如果是要对婴儿比较好，就吃进口的奶粉，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就吃国产的，概念就对了。嗯，好哦，那你印象中你爸妈的感情怎么样啊？他们两个是。因为其实小时候妈妈都在上班比较忙碌，所以我都是爸爸带出去比较多。嗯，对，感情就是小时候当然爸妈也会有就是吵架的时候，对，就是小朋友也会就是比较敏感会有知道，但是应该都感情还是蛮好的。对，只是说在我们家小时候妈妈是黑脸，那爸爸是白脸。嗯，对，所以你比较怕妈妈。对，小时候就是比较怕妈妈。嗯，好，我们来看下一张。这张呢？这张就是后来我爸爸刚出狱的时候的照片，所以可以看到他头发比较短。所以你爸坐过牢？对，就是那时候1986年到1987年的时候。大概有8个月的时间，那他出狱，1987出狱之后就马上办了228平凡的运动，但是这个好像是我有印象，可能是比较最后正式有留下来出游的全家福这样子。这个我记得是在垦丁，就是垦丁凯撒大饭店门口，就是有那个牛车。那据说是因为那时候，爸爸出狱很想要去海边的样子。所以就去一个垦丁有看可以看得到海的地方。其实你好像说过你爸是一个不爱讲话的人，但他是一个浪漫派。然后你说他向往去海边，所以买了一个海报，那是什么样的故事？这也是听我妈妈说的，她就是说她那时候爸爸出狱回来就买了一张很贵的有海滩的海报。然后
妈妈那时候想，为什么要花那么贵的钱买一张很贵的海报？但是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是其实是想要看到海，对。嗯、然后他对家人就是很温柔，就是我印象中的啦，我印象中的爸爸就是对小孩很好，对，对女儿很好。嗯，然后其实你爸也是一个注重生活品味吗？就是。还是他其实，譬如说你说他打扮啊，算是会穿西装啊。Oh, 对，他其实，但听说他日常生活就是也是短裤拖鞋这样子，但是他会穿西装。刚才有看到了，短裤拖那个拖鞋。但是他会穿很正式的西装，到有背心的西装，是上街游行的时候，他会穿得帅帅的。就是他的意思是说，就是。不要让人家觉得去游行的都是很邋遢，就是他觉得就是这个也是要让人家知道，就是也有不同的人在参与这样子。因为可能以前的刻板印象是这样子。所以他就用他的西装来展现哦，知识分子也是会上街的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在228平凡运动的那个游行的照片上面，就是他都是很真实的西装。然后你说你爸其实他喜欢喝黑咖啡，哦，对，对，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带你会去吃美式早餐，是，就是对，因为我们可能早上就是他带小孩嘛，那他负责带小孩去吃早餐，他就会去巷子口的西餐厅点黑咖啡，然后吃西式那种太阳蛋的早餐，那这是我的印象。对，凯撒饭店可能也都是吃那样的早餐嘛，哈。应该是对。好、哦，我们看下一张。哇，这张是全家福了。对，这个是1989，就是我爸爸一月开始自求之后的最后一次的年夜饭全家福，就是爸爸那边的亲戚，所以可以看到大家其实有穿红色的，就是过年。所以这是你们家最后一次吃年夜饭。在杂志社。就谈一下1989年，其实就是你爸就是被以叛乱罪是，然后后来为什么就他决定要自囚，然后这个是什么样的决定？就是因为1988年底《自由时代》杂志上面刊登了许世凯教授的《台湾共和国新宪法草案》，那后来一月份他就收到了传票，就是要叛乱罪的具体的部分。但是他那时候觉得就是他要行使他的抵抗权，就是在他写给国际特赦组织，就是Amnesty International 的信里面。他有说他觉得他作为杂志社的总编辑，把自己关在总编辑室里面行使这个非暴力的抗争，就是表达他的意见。对，因为他觉得我其实也是到很后来以后，就是我才去理解说，对，其实在杂志上刊登一个宪法草案，为什么他就是叛乱罪呢？就是他其实并没有去真的做什么，他只是看了一个文章而已。对，所以这时候过年应该是二月的事情嘛，还是应该是，对，所以这时候你爸已经是在自囚的那71天当中了。所以你爸那个过年，他因为你爸想要自焚，是好像是他计划中的，就是他已经跟大家宣称说，如果警察要来抓我，只抓得到我的 over my dead body 嘛，对不对？然后所以这个时候你们没有特别的一个气氛或是一个感觉，就是是最后一个过年了吗？起码我的部分没有，因为其实并不会告诉小孩说要做什么，而且我爸爸可能也不是跟每个人都说他要做，就是他像他不会跟家人说，然后所以要自焚这件事情我是都不知道的。然后我相信可能就是
家人也不一定都知道，对，而是到很后来的时候，四月的时候，嗯，那个时候我其实就自己在回想，因为其实这经过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回想说，哎，到底那个时候的状态，我难道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觉得我感受到的好像就是有一些是气氛比较紧张的时候，但是因为他对于小孩的态度其实都是很一致的，就是我就会觉得，哎，好像就是很日常，只是爸爸那一段时间就是一直都没有回家睡觉，他就是睡在办公室，睡在杂志社里面，但是其他跟他讲话还是什么，可能有的时候比较忙还是什么，但是好像也对我来说，因为我还是每天看得到他，对。嗯，好，我们看下一张。嗯，对，这张是这张就是我爸爸过世后大概一两个礼拜，或是就是四月中，就四月份的时候，那时候在台大校门口有大学生的静坐抗议。那我那时候其实就是知道说是有大哥哥大姐姐在那边去。那我后来是在跟比较长大以后，我跟我妈妈聊天，我问说，为什么我那时候会去这场静坐？我妈妈就说，因为那时候我问了她一句话，然后我妈妈觉得她，可能要让我知道说那些大学生们在做什么。她说，因为，那时候9岁的我问她说，那爸爸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大家会怎么看，或者是我到学校大家会怎么看我之类的。我好像有跟她表达过这样，但是我自己不记得了，所以她后来就说，那她就让那时候的大哥哥大姐姐带我去看。说在台大校园也有一，就是这群大哥哥大姐姐们在支持我爸爸的部分，对，是这样。很想要问你，就是当时你爸爸自焚4月7号之后，嗯，当天我知道有一些媒体就是说，其实你是被一位阿姨就是先带离这个场所，带离办公室，嗯。嗯，那后来他们怎么告诉你爸爸发生了什么事？谁告诉你爸爸发生了什么事？当天因为我其实是在现场，就是所以我们是有一群大概10个人都是在杂志社。那因为那是后来变火场，所以我们是从有些人从前面，有些人从后面，就是在火灾的现场。所以我并没有先是要跟那个阿姨先离开，但是后来我们都一起被困住，所以就是是后来是云梯车那边走下去。但是我其实是到当天下午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是因为当天就是我们一离开，因为我们是警消嘛，把我们带走，就直接把我们带到应该是某个派出所的地下室，然后就外界没有办法联络到我们。那据说我妈妈那时候一直在找我在哪里，对，但我们等于是一群人就被隔绝在那个地方。我是到下午才。那有大人亲口告诉你爸爸自焚吗？没有，只有告诉我说，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叔叔也在现场，就是告诉我说我爸爸离开了。嗯，好。不好意思，不会。我们下一张，这个就是那时候是这张发生在刚才前面之后嘛，因为你爸爸比较晚才出殡，对，这是519出殡的那时候，我是到这一天才看到他，对，所以就是在那之前我其实。妈妈没有让我看新闻，然后也没有让我看爸爸的样子，所以是到那天。那这张显然是你看到了嘛？那是有人邀请你一起来，因为那就是最后一面，所以他们要把它，好。我们下一张，
就这个是同一年嘛，1989年5月19日，就是一样嘛，哈。刚才其实刚才台大，哎，5月19日就是入殓的那一天嘛，哈，那个出殡的那一天。好，就是其实这些照片就一定会有情绪在，那我觉得就只能练习着看着他，跟他相处。然后我之所以选这些照片跟大家讲，就是也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说，哎，曾经这些事情有发生过，可是有些人还不知道，也还不了解。对，可以问有你会一直想到这一幕吗？就是其实不会，因为我觉得我觉得我比较幸运，就是我那时候还很小，所以我的记忆很多那一段时期就是很模糊，就对我来说是就是我其实是要靠看照片，然后突然或者是有一些情绪是你真的是要比较大以后才会有。所以小时候其实我在那段时间我是都不哭的，我爸妈妈反而会担心我说这个小孩为什么都不会哭，就是因为可能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是那个冲击或者是那个情绪其实它就是冻结在那边，那我其实是要到很晚了才有这个有眼泪的部分。对，但是但我所以后来那时候我后来流泪的时候，我妈妈反而跟我说，她反而比较放心，就是说，哦，这个情绪有出来这样。但你前面那几张照片，我们都看到你的脸，就是你可以想象你那时候在想什么吗？你看这张脸，其实也好苦哦，或是好，我的，你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其实就是可能就是接受他吧。我不晓得，我觉得当下其实包含我相信那个时期的人都是一样，就是说好，就是练习接受他。所以我其实也是一直到现在也还是尝试着在整理这样子。对，我们有感受到你的练习。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点残忍。好，我们下一张。那一样就是在那个士林肺和道那边的送别，所以其实那一场就变成后来参与的人数很多，甚至上万人的一个游行，要从士林走到总统府前面。对，好，我们再看下一张。这边的话就是后来就是我妈妈在1989年就是选择要参选立委的时候的文宣的照片。对，就是上上礼拜我不是才去，我也是第一次去郑南榕基金会的博物馆，那是纪念馆。我觉得那是台北市最好看的袖珍博物馆，算纪念馆了哈，之一了。就是里面对我来讲真的我讲的现在讲的是整个规划跟设计啦，我觉得很好看，就是很舒服。当然我也是第一次去看到那间办公室，然后我就起了鸡皮疙瘩。然后后来你才说其实你爸的骨灰放在那个本来是你妈的服务处嘛，就是1989年4月之前它是杂志社，然后杂志社到1989年11月就结束了。那后来年底就是我妈妈当选立委，那她立委之后就是她立委的办公室跟服务处。所以妈妈就把爸爸的骨灰放在那边快10年，就是到大概1999年我们才把它放到金宝山。所以就对我妈妈来说，她会觉得就是每天在办公室，或者是有就是觉得她还在这样子。所以对，我后来就每次跟我妈妈开玩笑就说你真的很爱她。
但他在那边你的感觉是什么呢？比如说你还会跟他 say 一个下班下课回来跟他 say 一个 hi 啊什么、会啊，就是比如说就是跟他打个招呼，然后他生日的时候大家会一起庆生，然后有的时候每天就是那时候办公室的阿姨会帮他泡咖啡、对，就是好像他还在一样。所以你知道他喜欢喝黑咖啡。好、那我们看下一张。当时齁、你这当然是同一年啦，但这时候你妈出来竞选立委，那时候应该是可能是准备要选举的时候哦。我现在才发现是高雄火车站在后，就是有字在后面。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妈妈会把小孩带在身边，但是其实有一段时间我是寄放在别人家里的，就是他可能觉得有些可能会比较危险，或希望小孩比较安全的地方。对，所以这是应该是一些公开的场合。这样的照片有些人会觉得哦，这么小的小孩还出来帮忙竞选。但你刚才讲嘛，其实只是你妈，只是没有人可以托婴就把你托在旁边。就是这时候这时候你才其实才小学三年级。然后你对于参与母亲这样的活动，你现在还记得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吗？就其实应该会并不是很想去吧，所以你可以看到后来很多照片都是脸很臭的小孩。对，包含是可以再往下看下一张。对，不好意思，哦，这张彩色的脸一样很臭，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对，然后可以再下一张。对，这张也是脸很臭的小孩，他这张也是在那个应该是在竞选的舞台上。那以前的竞选是大家会坐在台上，然后所以那好像是在台上，然后可能小孩想睡觉啊，还是刚睡醒的表情。对，然后那时候就很无奈，就是其实可能是想要留在家里看电视之类的，然后可是因为妈妈晚上，因为通常以前竞选的演讲都是在晚上嘛，就是晚上跟着妈妈出去。所以那个时候你才小学三四年级，三年级、然后要跟着妈妈一起做她的行程。偶尔那时候到底谁帮你签联络簿啊，煮饭给你吃啊？还是妈妈会签联络簿，但是吃饭应该就是邻居的阿姨或亲戚或者是同学的妈妈。其实我觉得我就是很幸运，就是我们家，我跟我妈妈很幸运，就是我们遇到很多很好的人。对，所以虽然就是照片里面脸很臭或者什么，但是其实我自己回想，我觉得整个成长过程是很幸运的。我自己是很幸运的。对，就是很多人其实都用他们的方式关心我们，照顾我们。就是你可能也提到说你脸很臭是因为这个可能国高中甚至于大学，就有人会过来问你，你是郑南榕的女儿吗？或是对你好奇，然后来问你一些问题吗？有，到大学的时候可能有，就是像刚刚说的，大学的时候可能会想要尝试的去说比如说问，有人可能问说那他是谁，然后他做了什么事情。可是我发现我没有办法讲，或一讲会有很多的情绪，就讲不下去了。所以我觉得我到大学的时候自己还不能够直接的这样子讲。那甚至是在我们自己家里面，我跟妈妈的部分其实也不会特别太谈到爸爸很多事情。对，虽然说每年的四月七号我们可能都有公开的仪式去纪念他，但是回到家里两个人的时候也是比较少谈，也是到我大学之后我们才两个人慢慢开始去谈这件事。我记得有一个影片啦，
但那时候可能你还很小吧，嗯，就是叶九兰接受媒体采访，然后他有点激动，嗯，就哭着说你爸爸，嗯，很爱你们两个，嗯，但他更爱自己的价值理念，嗯，所以他放弃了你们，嗯，那关于这个部分，或是嗯，你有试图跟你妈妈聊过吗？就是你曾经也讲你爸爸为什么要选择这么激烈的方式。嗯，没，你刚刚说的那个影片是在我爸爸过世之后隔天的记者会，因为那时候主流媒体的报道很多声音是说，郑南榕这个人可能精神有问题还是什么，所以我妈妈出来开记者会去证明说，并没有，他做这些行为是他经过思考的，然后并不是一个冲动的决定，对，但我是要到很后来去找，嗯，我妈妈有跟我说过，就是爸爸很爱我跟我们，对，他其实一直，我成长过程中他一直跟我讲这一点，然后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对，我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人会问我说会不会有埋怨的部分。或埋怨爸爸的部分，我反而是因为很多人这样问我，我才去思考说，哦，没有欸，为什么我没有这样想，就是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妈妈给我的还有爸爸给我的感受都不会是，嗯，就是都不会是有那种抛弃的那个，虽然说的确他是把我们抛下来，可是情感上我好像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的确我成长过程有些情绪我就会放在妈妈身上，就是因为你不能怪离开的人，你只能就是对妈妈生气，对，就是说我可能反而小时候就是不能够理解说他为什么要从政，好像他的从政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是我后来才理解说那个从政其实是一个不得不，就是可能那个时候以他的状态他也很难再回去上班，就是然后装作没有事情的这样子生活下去，所以那个从政当然是他想要延续我爸爸的部分，他也很害怕郑南榕就因为这样被大家所忘记，所以这是妈妈从政的一个很重要的初衷，然后他后来也自己在这个职业选择上面找到他自己的部分，嗯，但这些都是到我大学之后，我大学就是接读了女性主义有关的书以后，才发现说，哦，对啊，为什么我们是怪女生，而不是怪，而不会有那个，对，就是发现，哎，我这样想法对她是很不公平的。对啊，因为你说你妈妈其实还是有到学校去找你老师，嗯，然后去关心你。你妈妈去学校老师都是，对，我其实是后来才知道说，原来我小学的时候每个年级换一个老师，妈妈都会特别先去找老师聊天，聊什么？就是说，哎，我们家的状况，然后也拜托老师说，在提到比如说有人去坐牢的，或在监狱的时候，并不是都是坏人，就会说，因为我爸爸也曾经坐过牢，对，可是是什么样的状况？所以你妈妈也帮小学老师上了一点公民课，就是思想犯不是坏人。嗯，但我其实都是要到我高中或大学以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我小学时候妈妈有做这些事情。嗯，你一直会说你在大学之前可能都是背对着这段历史。嗯，那是什么让你现在愿意正面来看你爸爸的故事？嗯，我觉得当然是有前面讲了爸爸过世20周年以后，我开始练习去用台湾人的角度去认识郑南榕这个人，然后后来就是2014的台湾化学运，对，然后还有2018年底的公投大选，就是结果会发现说，哎，原来还是有很多人跟我们很不一样的想法。那当然也还有就是看到说，香港
跟中国的状况，就是这个世界，因为台湾在变，然后世界也在改变。那其实从2016之后的在香港的言论自由，或在中国的言论自由，以及新疆、西藏的部分，就是好像，也许那个是很遥远的事情，对。但我觉得，就是台湾有很多人，其实还是对于台湾的那一段历史还不是那么了解，对啊，所以我才会想说，哦，那好像是不是要，反而是太阳花学运的里面的某一些，其实就刚才你说的，你去找你妈妈那个演唱会，嗯，然后里面是有一些歌手在里面唱关于你爸爸的歌。也不是，就是他们可能用他们的方式去纪念这个人，然后那他们都是年轻的人，那一样是在太阳花学运的时候，就是一样是有些年轻人，就是他们看待郑南榕的方式，就是他们如何去，这个人对于他们的意义这样子。反过头来是你看到这些年轻人对你爸爸的某一些怀念或纪念。然后才触发你想要正面来看你自己的爸爸，或是分享你爸的故事。就是我觉得就是还是持续的在整理，对。其实我们也很感谢你答应我们这次的邀约，因为我们这次的主题，直接谈的是谈转型正义 ，Why so 尴尬？然后那个尴尬的点就是。用当时2019年，就是伯恩啊，一个喜剧演员伯恩，然后直接在他的 open mic 里面开了你爸爸的玩笑，然后当时你怎么会接受我们这样的这个 proposal， 然后也答应来上节目？就觉得这超尴尬的，就是觉得我们的计划有点尴尬，但我们还是决定勇敢的来试一试这样子。但我觉得其实那个引起那个讨论是好的，就是就像是先前在录的时候有讲过，就是我觉得它引发的那个讨论当然会有不同的声音，可是我觉得带起这样子正面的讨论反而是好的事情，对。然后我比如说我甚至因为这样伯恩这个事件，我跟我爸爸高中时期的朋友甚至因为这样而联络上。那是哦，是怎样，他怎么联络到你？就是这样讲可以吗？直接讲就是，但是要先就是我反正就是他就是联络到我，然后有跟我表达说他就是担心这个事件对于台湾的比如说喜剧脱口秀的发展会不会有限制等等，对，是，对。然后但我会觉得就是想要跟他分享的是说，我觉得反而后续引发的讨论是正面的，那有很多不同层次的讨论，那我觉得正是这种不同层次的讨论去实践这个我们去说所谓言论自由这个部分，对。那当然，但并不代表说这些意见都是不能被批评的，就是正是因为有不同意见的交流，互相的评论，这样子一来一往，对。就你完全有了解，有 get 到当时我们做这个企划的一个初衷啦，就是在这个事件里面啊，不管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都有一种恐惧。但我不觉得是所谓受害或加害，我并不会这样去讲。对，我觉得它就只是一个讨论的过程。对啊，那的确也会有比较年轻的高中生的朋友是因为这样子而认识郑南榕，但我会希望说，很多时候是不要去脉络化，就是今天我们必须去思考说，比如这句话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去讲，然后它引发的后续是什么？对，就是那天的讨论结束之后，我们当然有看到你后来在你们郑南榕基金会的脸书上，有谈到来录影的事情，然后。当天我们有线上一个投票，然后我们大概有投了一个问题，叫做你是因为伯恩的笑话才认识郑南榕的，然后大概最多的人是本来就认识郑南榕，次多的是到现在还不认识谁是郑南榕，大概有16%的人是的确是因为伯恩的笑话
才认识郑南榕。嗯，然后当天的帮忙直接做这个分析的是阿苗，嗯，就是苗博雅，嗯，然后他说的分析就是，你看，的确嘛，来这边的人都会知道谁是郑南榕，嗯，再来大部分的人还是不知道，嗯，然后最少的部分是因为伯恩，嗯，所以代表那个笑话没有很 rich， 没有什么太大的效用。当天他的一个在数据上的解答可能是这样，嗯，但隔天我后来在你的脸书，就是郑南榕基金会的脸书上面，我就看到了，嗯，你有看到那16%的意义，嗯，所以这时候让我们觉得，嗯，就是，嗯，就是言论自由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更开放的，然后你也看到每一个少数的意义嘛，好，就是的确它还是有一些部分的代表性跟部分的意义。这时候让我觉得我们觉得，嗯，就是，嗯，我们办这样的一场是有让大家看到方方面面的意义这样。嗯，不过还是要说，就是它那个价值的核心并不会改变，就是说包含，我觉得是让。就是比如说我对我来言郑南榕的部分他争取到的就是这个空间，但这个空间里面要有什么东西是必须靠我们自己去充实的，所以他才会说了那句话，就是当家人问他说那接下来怎么办，他说剩下就是你们的事。但也因为这样讲，就是其实就是必须他要长出什么样的花朵，或者是这个种子之后要长成什么样子，可能就是靠我们自己对于未来的想象。所以我们今天去看这些借由这些家族故事的照片，然后一直停留在这张，突然觉得有点害羞。这张其实大家都长得好清秀，对，就是我们今天去看这些照片，其实嗯，不光只是说知道过去发生什么事情，而是希望在未来，就是我们也是希望往更好的未来去迈进，就是嗯，我们怎么样去想象那个共同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就是转型正义可能讲到一个最简单的概念，就是我们人人应该都要有正义感啊。嗯，就是正义感可能就是我们看到隔壁的邻居不明就里的就被剥夺某一些自由，我们可能都会为隔壁邻居声张你的正义感。嗯，所以听起来转型正义很遥远，嗯，或是跟我无关，跟一般人无关，嗯，但它其实可能跟我们也很有关系。嗯，所以竹梅你一直谈转型正义，其实就是从分享你的家庭故事开始，这个想法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并不是转型正义的专家，就是说研究这方面的专门的人，嗯，所以我其实对我在接触这个议题，我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了解的不够多，但是我只能从我个人的经验去跟大家分享。那我个人的经验就是可能来自这样的家族的故事，然后我自己的一个整理。那如果大家觉得这样的整理是听到这样的故事是有意义的，然后也会希望说借由这样子面对面或是这样听到这样故事的分享，那大家去持续的把这个故事影响再带出去，就是只是希望让多一些人来了解。那嗯，因为其实就是历史也是跟人有关的，这些都是跟因为人才会有的事情。那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其实也是，就是刚刚讲的，就是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家庭的故事整理好，然后那个脉络是什么，那然后也都愿意某种程度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下把这些家庭的故事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样的沟通可能就也许我们就会发现说，哎，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一样的吗？那如果有不一样的历史，那它为什么会不一样？那我们现在这些不一样可以我们应该是可以在共同在某些共同的价值上面是可以沟通，比如说关于自由的定义，关于人权的保护，关于民主的维持等等，这些有共同的沟通的基础上面，以后才能够再往下面走。对，有啦，就是1月4号我们在云门录完影之后啊，我们
观点同不同的制作人珊珊，他就马上回去问他爸的故事了。然后我们自己的小编跟就是在你的办公室跟你聊完天以后，他回去问他爷爷，就发现他爷爷在823炮战里面有一个角色耶。虽然现在我们去问到一些老人家关于50年前的故事的时候，他们有些是说不出来的，就是那个说不出来背后有好多情绪哦。然后就是竹梅，因为可能最近几年也在谈转型正义或谈你爸的故事，你可能也遇到也不少人是说不出来的，就是那段历史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办法用你去采访他，或是有人想要做口述历史，第一个他没有办法说，第二个是他也许不想说，或干脆故意忘记。你怎么看？我们怎么等待或怎么看待这种说不出来的？他不知道是尴尬还是很多情绪在里面。我觉得应该都会有，就是我觉得每个人会有自己的时间，那有的时候是也许就是需要时间练习。像我自己的部分，你看20周年时候已经是要10几年前的，我也是花了这样的时间的练习，然后那而且每个人对于要去揭露自己去分享，也不一定是愿意或者是觉得有没有需要这样做，不一定是每个人都需要这样做，但是我觉得做记录是有需要的，可以做记录下来，不一定要不要怎么分享呢，每个人决定。可是关于那个难以述说的部分，我觉得可能是整个世代吧，比如说我觉得这是有世代的差，可能会有个时代的不一样，就是我比较好奇啊，其实那天跟你一起谈的有另外2个人，然后其实你们3个人严格说起来，好，虽然都可能是有各有不同的背景啊，但如果从父亲这边来看的话，你们3个刚好都是外省人的第3代，阿苗跟凯莉然后你听完他们2个也自我揭露一点关于他们爷爷的故事，你的感受是什么啊？就是凯莉已经就说他的父亲，他的阿公啦，他的爷爷，是在情治单位做警察，然后他非常有可能就是所谓加害者的后代，然后阿苗可能依稀的也谈到他的爷爷的身份，然后家庭的某一些可能跟这段历史也有关系，然后你听他们自我揭露完以后，你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他就是台湾的一部分啊，他就是台湾的一部分的样子，然后越多这样的大家愿意揭露，就是共同组成的话，他就是台湾。那但是不论之前是什么样子，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怎么看那个过去，重点是现在以及未来。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大家也都很清楚说，像是父祖辈的作为不一定是代表我这个人，他们是分开的。对啊，就像是那个历史不下课那个纪录片的导演的个人故事一样，也是为什么促成他会想要继续挖掘。对，就是持续这样子，他可能都没有一个一定的答案，但是我觉得是经过这20-30年，我唯一比较确定的就是，同样一个议题或事件，如果我们一直持续的关注它，然后我所理解的层次就会不一样。就是好像它好像切片，我每年我所理解到的东西都会不一样。就像每年都有4月7号，可是这个4月7号的意义对我来说，或是郑南榕对我的意义来说，其实也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真好。我们的观点直播，观点同不同直播时间可能快到了。那最后竹梅也没有什么事情想要跟观众们或未来的观众们分享。对，就是在这个礼拜一，就是2月28号，我可以广告吗？广告来一下，就是有228.0的游行。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天气不错，早上9点半在台北市日新国小，大家会去
游行，那一样走的路线就是之前的二八平凡运动时期走的路线，就是走大道城。那如果大家想要出来走走，它是一个比较庄严的一个肃穆的游行，就是不能够讲话，但是欢迎大家一起来走走这样子。我其实特别喜欢刚才竹梅谈说，每年的四月七号虽然都有纪念的活动，就是你爸爸过世的那一天。嗯，然后那天已经视为自由日，对不对？言论自由日。2016-17的时候，国家定为言论自由日。然后你每年都在办这样的活动，或是每年都会那天都会过，那天都会到，但你每年都有不一样的想法会出现。我觉得这个好珍贵哦，就是我们每天都在过日子，然后每天都还有新的想法跟新的想象会出来。这件事情是非常值得我们多多感受的。关于言论自由，或关于你的生命的家族的故事，或关于自己的故事。好咯，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那就这样结束吗？就结束，我们喝个水好了，好吧？好，因为真的陈时中说喝水 OK 的。好，谢谢。